啊，好好看哦，我喜欢这个背心。我终于等到背心了，最爱。先跟大家讲，这个背心它是正韩的，它是从韩国来的哦。欸，真的哎，它的质感它是亲肤的哦，而且它这个厚薄度也是现在可以穿的。可以的，它有点那种学院的那种麻花感。它是麻花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麻花也是要好好选的。这个麻花是选的那个粗细是刚刚好的。没错，这三色都是我的爱色，杏色。可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绿色，绿色都是你知道秋天的颜色，而且你看它旁边的细节帮我们做到，就整个侧开叉，对，而且它还是前短后长有遮屁，没错，有点奶油奶油的感觉，对，它其他白的也可以有一点点对比感，就不会都很白的。那其实你们不只是说像可心里面搭的这个透肤感的，也可以，你也可以搭个 T 恤，或者是搭对 T 恤也可以，你也可以像这样搭个衬衫，我觉得这样搭也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就衬衫算是最基本的搭法了，对，绝对不 NG 的搭法，对，这个衬衫直接这样搭起来也好看。